可以拍他，哎，可以录影。好，那啊 ，OK， 这个可爱的妹妹，她先帮我们介绍啊，这个古埃及人的发明，那个吉祥造化怎么做的？还有人？哦。也会说中文。你们好。哦，你们好，哇，说的好好哦。欢迎来到埃及，我叫 Heba。Heba。差不多 Habibi。哦 ，Habibi。现在可以给你们解说一下，怎么过埃及人用这个植物来做一种纸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里有这个纸莎草。这个纸莎草，我埃及人非常崇拜了它，还有他们崇拜了它。这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上面好像太阳光，快听一下，它的上面好像太阳光，这个代表阿妈妈的神，他们的太阳神。这是有些人他们说，我们摸一下这个花，这个、可以给我们好运，对啊，摸一下，对啊。可以啊，可以给你一个。好金字塔，对啊，金字塔。对，三角形。对，那现在我来做一种纸，我可以把这个部分我来做一种纸，做大的、中的、小的纸，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做小的纸，好吧？那现在我们看有两个部分，有这个皮，还有这个里面的东西。